上集说到，灰太狼为了帮助黑山羊获胜，发明定向子弹，不料子弹被懒羊羊捡到，从而成为百发百中的神枪手。懒羊羊满怀信心地参加比赛，他能顺利地成为冠军吗？羊羊运动会第九集，射击比赛。懒羊羊，你行不行啊？别太小看了我的潜力了。今天你要是输给我，可别哭啊！喜羊羊，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我看见你叹气了，今天要连你一起打败。现在开始射击。你们见识一下我苹果特训的厉害！不可能，我昨天还练得好好的，怎么会这样？喜羊羊，你们要相信我。懒羊羊，我们相信你。什么都没练。这个成绩对你来说算是不错的了。是啊是啊。你们都不相信我。比赛正式开始。开始。一号八环，二号八环，三号七环，九号零环。懒羊羊，别怪我，让我自己静一静。十号也是灵魂。还有人陪我，我不是最差的一个。最后才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神枪手。第二轮射击开始。懒羊羊，别管我，最好看不见我。最后一轮射击，大家好好努力啊。哎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比赛还没完呢。反正我是输定了，还比什么？别这样，哪怕是打中一枪也好啊。十号不也一枪没中吗？他也没放弃呀。我知道了，我会坚持到最后的。我不会退缩的。我好像打中了。太好了，这样就只剩下我的靶子是完整无缺的了。我的定向子弹肯定是全中了。我打中了，我打中了。你刚才打中的是十号的靶子。你说什么？
等一下，这不是我打的，这个才是我打的。我知道啊。不对不对，我是说这不是他打的，这个才是他打的。我说我知道了。预赛成绩，四号的机器羊，九号的懒羊羊，都是十环，可以进入明天的决赛。到了。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啊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哪一次不是差一点啊？自从上次的足球比赛以后，黑山羊族到现在还没拿过一块奖牌呢，我看你还怎么当这个组长？我有什么办法？都是那群黑山羊太没用了，还比不上羊村的那些小羊们。小羊？我有办法了，老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改变支持青青草原队，让他们拿到奖牌榜的第一名。你疯了吗？小羊当了组长，我们还怎么抓呀？我都想好了，让他们把奖牌都拿了之后，我们再抢过来。到时候我就是组长了。啊，小羊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笨蛋，让我来。给。我们到底来干嘛呀？很简单，这是决赛用的飞碟靶，四号是机械羊用的靶，而懒羊羊用的是九号。我们把懒羊羊用的靶全都打碎，再用胶水把它粘回去，那懒羊羊的靶就很容易碎了。你们在干嘛？用你管。居然敢偷东西，都给我抓起来，保安。哎呀，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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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各位观众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是射击比赛的决赛，参赛选手是青青草原队的懒羊羊。懒羊羊，加油啊！看你的啦！还有机械族的机械羊选手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比赛正式开始。先由四号选手出赛。啊，懒羊羊能赢吗？作弊计划失败了，哪可能呢？那铁皮做的白痴羊太厉害了。哎呦，对不起啊，四号选手全中，真厉害，连会动的目标都全中，我好像还没有练过移动靶呢。九号选手准备。不好意思，你的飞碟靶不够用了，所以换成了别的东西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信心。接下来轮到羊村的懒羊羊出场了。准备。懒羊羊还有一个。哇，太厉害了，懒羊羊选手一枪打中两个，而且是全中。哇，太好
好了，懒羊羊一枪打中了两个，比那些铁皮白痴羊厉害多了。这下子我们赢定了。哎呀！这一场比赛赛果无效，今天再进行附加赛。为什么？那是因为我做的金牌不够数，所以只能有一个冠军。懒羊羊，你怎么又睡觉啊？你不是该去训练了吗？对一个优秀的射击选手来说，保持充足的睡眠是最重要的。那你不管附加赛了吗？怕什么呀？去去去！嘿，总决赛都进不了的家伙，怎么能教训一枪就打十环的天才选手呢？你，我不管了。先睡个好觉，再为羊村争光吧。体育小知识。射击运动的器械分别是哪两种 ？A. 手枪与步枪 ，B. 手枪与机关枪 ，C. 步枪与冲锋枪。正确答案是 A， 手枪与步枪。